到的这个呢是逸仙公园。首先我们将我们的包包呢先放置于这个地方。好，要上洗手间，赶快去。后来那边有化妆室，可以上厕所。好，交水费。第一个定点，接下来第一个定点呢，就是我所站的这个地方。动线。嗯，这一条的动线呢，就是、我要拍，预计要拍十张。在这个地方要拍十张。这个景点就要拍十张。可以拍十张吗？那当然是，我们除了就是自己的这样子的一个姿势之外，另外还有加上这个道具。这个扇子，这个道具是蛮好用的哦，可以让你那个尽情的发挥。那我为什么戴眼镜？是因为真的，虽然已经下午的四点半呢，还是阳光普照哦。好，好，现在第一个，第一个单元，第一个摆的姿势，这个镜头，相信呢，朱萍美女呢，朱萍姐，您本身呢，这个姿势呢，应该很没问题，因为你本来就有这种架势了。那我现在简单的说一下，示范一下，我示范哈 ，OK。好，我们站的呢，这个没有，从动线是从那个入口开始，因为我们这拍的是有一点半动的方式拍才会自然。OK， 好，我们现在动态型的哈，先用动态先录一次。好，模特准备。好，我们拿着这个扇子哈，我们可以看着镜头，也可以不用看镜头，可以尽量。仰角尽量靠什么？看着45度角上去，好，这个脸这样侧面看上去呢，这样脸看起来镜头比较稳。好 ，Coco 老师示范一次给你们看，来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 ，Action！ 就边讲话，你要边讲话。看，然后这个头呢，尽量往45度角。大声一点哦。45度角，刚刚不够大声，是不是？那我再复诵一次，头呢尽量以45度角，这个扇子呢可以微笑一下，而且尽量每3步要一个停顿的时间，给摄影师有机会抢镜头。对，好，重来，可以让他重来哈，重新再讲一次哈。